好大尾的白带鱼一篮一篮装满满，渔民满载而归。嘉义县东石鱼市场聚满人潮，摆出上等鱼货，等待拍出好价格，准备赚一波过年财。白带鱼能够大丰收，天气因素是关键，吹南风加上外海起雾，就是捕捉白带鱼的最佳时机。农历十二月冬天，然后有南风上来，本来是北风，现在反南风，翻南风了，早上有雾气，大多是都我们东石这里都会抓到那个白带鱼，会比较大的，最漂亮最肥。起码就是拢油大，上好食。摆出上等货，不过因为满载而归，价格相对亲民。百几块的，两百块的，还是加百块的都有。冬贵的，而且吼，要等白带，尤其是白带鱼，会冻住，它可以，它油脂够，一冻起来，搁过两三个月，买下去足好食。每公斤价格从30到300元不等，100多元的品质就很好，民众可以大捡便宜，吃鱼趁当季。